陈福海指出，蔡政府若心系金门，应该也会支持新三通。中评社高义申社，中评社金门8月6日电，记者高义申，无党籍金门县长陈福海5日在两岸通水见证仪式上抛出通水、通电及通桥新三通，但陆委会回应指出，通电、通桥等议题涉及两岸协调沟通与两岸关系发展等复杂敏感问题，并非地方自治事项，大浇冷水。陈福海6日上午出席金门医疗专辑驻地活动时表示，如果行政院、陆委会、蔡英文心系金门，应该也会支持。他指出，昨天看到包括金门县民进党议员也支持新三通，他们会汇集所有力量，全民的力量，毕竟供电是民生议题，他期待少一点政治，多一点乡亲权益，大家都会摆第一。两岸共饮一江水历史在昨日上午10:12，在金门金沙填土水库立下划时代里程碑。县长陈福海指出，通水只是起步，接下来还要通电、通桥，开启新三通时代。陆委会指出，有关通电、通桥议题，金门地方倡议甚久，但非完全可操之在我，且涉及两岸协调沟通及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等复杂敏感问题，影响十分深远，非地方自治事项，仍然需要全盘衡量及审慎评估。陈福海受访表示，其实两岸供水的难度更高，包括当中有水质检测、环保思维等事项，供电就是一项民生政策。大陆15计划便计划启动金门跟大陆的通电政策，他们会会整更多的专业技术。媒体询问，陆委会发声明指出，通电非地方自治事项。陈福海也稍微谎假表示，陆委会也指出，只要是离岛乡亲的事，都是他们愿意帮忙的。陈福海抛出新三通，意外燃起继两岸通水后的另一个两岸话题。金门县长陈福海6日出席医疗专机驻地启用典礼。中评社高义申社，金门县长陈福海6日出席医疗专机驻地启用典礼。中评社高义申社，陈福海指出，蔡政府若心系金门，应该也会支持新三通。中评社高义申社，医疗专机缓缓滑进金门赏义军用机场。中评社高义申社。